something they can't capture on a camera。 我不要交换一天工作哎、欸。那我今天不是没有饭吃了？你才要小心我那些衣服嘞，你不要把我洗坏。哎，我找不到培根嘞。一周内会使用到的鱼和肉，就放在负三度 C 微冻结里，不用解冻就可以马上料理哦。很香哦。这个洗衣机要放多少啊？这台洗衣机，你只要轻轻一按，它就会依照你的洗衣量自动投入洗衣机哦。夏天跟运动过后的衣服通常汗味比较重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彻底除去异味的话，我知道要选温水洗衣。你什么时候找到它？我一直有在偷偷看着你啊。而且呢，它有60°C 温水洗衣，好处是除了更干净之外，还可以抑菌除螨。我特地挑了免晒衣的滚筒洗衣机，洗完触感就很不一样哦，摸起来特别柔软蓬松呢。等等，这个要放到新鲜急冻结式，它总共有三种模式。急冻模式呢，相当于商业用等级5倍速冷冻哦。热腾腾的料理想要快速冷却的话，它只要3分钟就可以达成的。想要腌制食物的话，就要选用急冷模式，你只要15分钟就可以完成。它还可以用于甜点的快速成型呢。接下来我知道，把腌制好的蜜番茄放到负3°C 微冻结式里面，想吃就可以吃啦。果然是专业厨师的老婆，聪明。谢谢你辛苦啦，你也辛苦啦。觉得你可以很常下厨，我已经非常幸运了。经过今天，我真的觉得当主妇啊，或者是主妇，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。但我没想到，原来洗衣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。觉得是我们的洗衣机跟我们的冰箱，它根本是家事的神队友哎。所以要谢谢 L 和 Panasonic 这次的一日工作交换赛成功。